我要跟那周东武打电话给他。我昨天回来啊，我的感读email一大堆，传上email，然后我看到你们的email，然后看到定真跟那个周东武写的，所以他们要打电话给他。我不想到是周东武啊，还出了面。 哎，张明，先抱歉，我们这现在谈这个珠穆富桥这个。二一七八零八，小学是新竹啊，对不起，我讲东门，东门啊，我也怕放啊，其实对啊，来，这就是非常像，it's already，it's already 邪门一点这个颜色啊，各位看懂。 我张明真最近学了这个房地产的那个文章，可是没有他的。对呀，对呀。还有一个周东武。他是。讲中国。哎，我李敏珍。中国。对。要我现在在这个李教授家。呀呀呀！最近怎么样？现在住在。我现在住在马里兰州。不同颜色。我的一颗是全。 很久不见啊！我现在住在马里兰州。对对，Maryland，我这次来啊，在 Arizona 待了3天，我的女儿住在那边。然后呢，我来这边看我姑妈。我的姑妈已经99岁了，哇，98，98，快要99了。 我现在每年来看他一次，那就跟着你的同学联络上了。呀，我想你下次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早一点计划，还可以。你现在在这个，你在那边定居了，对不对？好多年了。对，你现在还有 business 吗？ 上班吗？现在退休，你现在也退休了？退休，我现在天天在玩。哦，除了玩耍之外就退休了？玩耍。啊。那日子过得不错啊。很好啊。每天都要回台湾，每天回两次啊，我是大概一次了。呀。 我有弟弟在那，那当然要，我们要到这个101楼上去吃个大餐。好。啊。好吧。 那我们要找和平里的这个聚餐了。张志阳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就这样。哎，张志阳来，哎，你好，我李明真，哎，你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个，对对对，是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对啊，这个，抱歉抱歉。呀，今天人很多啊。是是是。呀，你的东西，你以后搞一个这个，谢谢谢谢。 你有个弄个 Skype 的话，就可以这个 video 也弄起来了。这是你的书，我看了很好的保存。是是，那这个是你的 interest 啊？哦，那什么东西呢？连 interest 都带了。哎，我等一下，我再跟你讲一句话好不好？这个第一张，我跟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这个是。我跟你讲，我退休了以后啊，年的那个纪念，就很无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预期。那我就想找个师傅学什么东西。这个。 那我这个有一天呐，这个是被给你的。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是1月22号。哎，我梦到你太白了呀！我看照片，这个太正。我梦到你太白以后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拜他做师傅。这是我这王雨绮，真的。那时候你虽然姓李啊，但是你这个地太差了，否则你想，对高中时候，你同学怎么你？但是呢，不要说你，对对对。后来我文科的东西什么都不懂，有没有留级？后来我叫你啊。 我们去那个西沃的时候，你拉我的名片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去找另外一个人好了，我跟你介绍，你拜。
给他做师傅，所以这个解决了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他说没办法了，治好了，我就拿着他变废。我一看，哎，这个是我们父亲，他叫我去拜，就找张打油做师傅，副校长。就照片，张打油就是在唐朝很有名，创立了打油诗那个人嘛。做打油，那这次我来，这次我来洛杉矶的，这个我的师傅啊，张打油叫我就写了一，叫我写一首打油诗。哎呦，那我念给你听好了。哇，这大学时代，很短啊，这个是打油啊，这个小学的。洛杉矶行，哎呦，我们听听打油诗。气暖天晴，哇，对，打油诗已经出来了。车潮涌涌，对，我先放这个。开开停停，这不就很打油吗？路经蒙氏，华文街市，心中奇幻，一世相关。同窗故友，太难得了，各都不见，各都不见。杯酒笑谈，幼儿时狂，欲寻觅道，重返年少，蓦然回首，夕阳西照。啊 ，great，OK， 周中午唱了。这个，我跟张打油说，哎，你这个都不行啊，这个东西没有完全驾驭，是不是回家还可能要修理它？啊，谢谢，对，好，极度鲜红。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都匆匆。好，唱歌了。哦，哎呦，马上能对呀！不错不错，两个对联呀，是，对联呀，对。往事不能忘。哎，今天就跟你唱歌一样的，哎，都蛮有默契的。哎，小三姐，我听说都不跟我讲了。哎，再讲一次吧。往事不能忘，不停的激动，不停的激动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夕阳红。哎呦，好啊。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。哎，我没有比啊，你给我一个一杯好，给我一杯好。是啊是啊，对，昨天刚回来，我过几天这边照了照相，给你寄也一杯给你了。当然最重要是镜头差不多。哎，一个人都没死。哎，他说你们放心了，那我们也就是300公尺嘛，然后就开到医院。哎，奇怪，我觉得纽西兰是一个农业国家嘛，怎么街上这么多人呢？原来是地震的关系啊，大概地震5分钟以后，那所有医院的人全部就跑到街上来了。哇，嗯呀，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赶快，那个医院很大，然后就送他到大医院去。哎，一送进去，那个司机说我们不必在这儿干等嘛，我们到一个有阴凉的地方去。那前面就有阴凉的地方，然后哦，那个时候车子就动不了了，因为那在医院前面所有的这个急救车什么都往这儿跑，所以那个路完全都走不通，那我们就只好在医院门口等着。哎呦，那个急救车根本不够用啊，警车后来就当急救车，警车也不够用，后来普通的这个小轿车啊，受伤的人就躺在这个车顶上。我还第一次看躺在车顶上，然后前后四个人，车门关不好，就一个脚在车里面，一个脚在车外面，拉着手脚，然后送急诊。
那他就是五分钟到那边，然后急救的人还来没来，来了就能底下，所以他就给他赶快急救。然后他如果晚五分钟到，根本轮不到他，人家当然是他那个尿不出来，人家也看不见，人家看他头破血流的，当然行。哎，哇！就后来有没有接受诊疗呢？有啊，他刚好前五分钟。他如果晚五分钟的话，哪轮得到他？真的是他救了你们车，对啊，你们那个上了几个人？有三三十二，对，嗯，那我记得音乐说是谁的 Hernia 啊？不是 Hernia 不是，那好多好多。